印出一张接一张立院公报议事法案资料，但狭窄空间其实原本是停车场，被拿来当成立法院印刷室，等同是违规使用。立院内诸如此类的违建不止这处，立法院的侧门连接议场，平常行政院长苏贞昌被询也在这里下车，但其实这里从围墙一路到花圃11公尺宽，全部都是占用道路，甚至连后面的合作社也整栋都是铁皮加盖，属于违建。盘点立法院占用道路、铁皮加盖之外，建筑屋顶管线凌乱，公报处空间窄小，却挤55名员工。图书馆违规使用，南侧库房也是违章建筑，加起来一共有12处。我们要怎么做法治教育？立法院长游锡堃率团勘查，全因期盼立院迁建不再只是纸上谈兵，成立未来国会规划小组，盼能2年内有所进度。人家建立的地点很多了，满天钻金条，被杀不半条。在我这一任卸任之前，能有一个地点，就说一个确定的地点，那就很高兴了。这样，立法院占地仅1.9公顷，为了地尽其用，很多地方都是违规使用。目前还没确定未来迁建地点，但12处违建一一摊在镜头前，也是史上头一遭。三立新闻各自刚驻军台北报道。